我去看我小姨现在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们家。五六年没去过了，那是得去看一下，远不远？不远，两个小时在这儿了。又见到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曼波。哇，这么远的路你不给菲儿把头发包起来，待会儿回来的程度泥蛋蛋了。没得事，回来再洗澡。你坐这会摩托车啊。好。菲儿，你跟他们说骑慢一点。 我们到了吗？这块是我小姨。哇，看起来好年轻啊！还巴黎。我们现在去，我给小姨买一点东西。我们刚来的路上就应该买。我没有来了很多年，都不知道商店在哪。 那也行吧，带着你的小孩子陪我去。好。这么多小孩子，我们给他们多买点零食吧。对，我看你上店里面东西好像也不是很齐全。对。咱们看有什么买什么吧，他们家里缺什么？我给他买大米，还有糖。买大米。嗯。可以。 菲利，我看你们这儿卖东西之前不都是按堆卖吗？怎么现在又称了？肯定是今天变粗米，今天才称没有。曼波，热拉姆。哎呀，这小孩子可爱。菲利，你看这小孩子，他们喜欢吃零食，给他们买一点吧。嗯，泡泡糖。泡泡糖。可以。OK，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吧。啊。这里面是土豆是吗？对。嗯。哎，小郑，过来这里面有糖，我帮一下地方再买。这里没有卖是吧？嗯。好吧。 这么厉害，这个是原的。好奇，感谢我。小郑，哎，我跟你说学校，他是他的妈妈，他是他的妈妈。这怎么我有点捋不清呢？我小姨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啊，这个是你小姨的孩子，这个是你小姨的孙子。那后面那个帅小伙呢？我小姨的孩子。啊，也是你小姨的孩子。啊，这还我捋清楚了。哈巴黎。曼布。哎，这个小伙子最近是住在你们家是吧？ 他在下面上学，店里学校挺远的，住我们家的。哦，在你们家上学。嗯。哎。过来看牛油果。哇，这一处如果在中国的话，那不得了了，得卖不少钱。过来看，店里是看家里。把电视放在那边。电视放在这里。嗯。挺好。这个就是小姨家的客厅了。啊，这里还有一个房间，这个里面应该是卧室了。 他们这睡觉的睡衣裳。哦、oh, ，computer。Yes, computer。 哎，费，他们家怎么没有灯呢？他们用电的。哦，用的小电瓶是吧？对。哦，这还有这么大个音响。哇，还有调音台。就是啥都可以没有，但是音乐不能没有。对。好的。 这个地方吃饭好凉快，贝里，这个凳子挺好啊。啊，一整块木头雕出来的，上面还是个弧形，符合人体工学设计，挺好，坐着挺舒服。你过来店里坐吃饭。好，入乡随俗啊。哈哈哈哈哈。喂，你小姨怎么没来吃饭？我们已经吃了。哦，这是什么菜？这个是南瓜叶子。哦，南瓜叶子是吧？嗯。哦，好的，尝尝。放到筷子里面。 好，对呀，好不好吃？好吃啊。
Oh, asante, asante, asante.这吃饭还怪有仪式感的，入乡随俗啊，朋友们，尝一下啊，还可以，还怪好吃的，不是，吃饭有这么好笑吗？ 对，他们这个地方挺偏僻的。嗯，那他们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卖香蕉。这个香蕉很多吗？有很多。他们买下去看，我们带你去看。好，先吃饭吧。嗯。菲儿，你怎么不吃啦？好不好吃？不好吃。对呀。对，你可以教一下他们，像中国一样炒菜。这个南瓜苗炒的也挺好吃的。 你过去，你来了，没有想到你会吃了两碗米饭，他们感觉你会轻轻没丢，这两碗这么多。啊，难怪呢，我说他们怎么笑呢？哎。 Mambo， 哇！你这款香蕉，我手机在那里，待会儿。好。这个是他们邻居的房子，挺有特色的。Mambo， 哇！哇，太热情了。下午，下午，下午，下午。这里。 这个人手上拿的这个设备是干嘛用的？这个是看镜子。哇，都用上高科技了。做这个把泥巴挖起来了，先把这个看一下哪里有金子的会响。哇，现在都变聪明了啊！这里这个树上好多菠萝蜜啊，这么大。啊，不一样，这个。 所以你们家的这是啥？西红柿吗？这么小？要不要？你先吃吧。这看起来跟中国的那个樱桃一样，是不是？非常好吃。对，好吃。尝一下。嗯，特别甜。嗯。Tom。这一片香蕉林全部都是你小姨他们家的吗？对。你不是一个，只差没有大致，没有这个边缘。啊。居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片。 这个是赤的，我尝一下啊，你咬一下。嗯，哎，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酸？这个是赤的，叫花椒。这个比柠檬酸多了，但是这个味道，我跟你说，有点奇怪，就是那种酸的感觉吧。你吃了一口，你还想吃第二口，菲儿尝一下，嗯，尝一下，你尝一下。 对，尝一下啊。这里这不是收香蕉吗？怎么砍这点就完了？不是，这个是我小姨准备送给我了，来不及吃。哦，你小姨对你真好。 来，我来帮你抬吧。哎呀，飞，好热呀！去年过来我都没感觉到这么热，今年感觉比去年热多了。 菲力的表弟现在爬上树给我们摘牛油果吃，哇，好大呀！<笑>
这个坦桑尼亚妮妮帕拉西奇菲利你看你就上厕所的时间你小姨他们给你准备了这么大一口袋的香蕉还有牛油果给你带回去的我也给他说了他跟我说必须带回去我也不好意思你小姨对你可真好这边的物资实在太匮乏了跑了好远去买了这么一点糖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吧这个上面带个哨子可以吹南博哎你好你好来一个糖来妈妈你好哎你好来来来来来就换上这里这小孩子怕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怕你啊他还在你我多远一点多谢谢谢谢哎真乖我小姨给他说了自己照顾好身体他的孩子在我们家下面上学放心也是伊萨会教他他们俩差不多大是吧对那正好伊萨是学霸我小姨给我说给我送个这个南瓜叶子给他说这里人挺多他们自己一个吃再见拜拜 goodbye 再见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回去了这俩菲儿真懂事儿好下来啊下来啊给他说拜拜你好你好再见走到半路上这个牛油果掉了一地菲尔今天真漂亮还没有变成泥巴人啊没有啊你把自己抽对对他们这些人是干嘛的他们大家在一起干活再给他一个人的钱明天干活再给他外国我大概明白了是不是就是大家一起劳动挣的钱今天的钱给你明天大家一起挣的钱给我后天的又给另外一个人对挺好的大家互相帮助